4月17日，在河南省栾川县老君山景区里上演了香艳一幕。十位美女身穿比基尼，脚踏高跟鞋，在海拔2000多米的栈道上走毛步，以此训练胆量和技能。当日下午，在老君山景区的一处栈道上，十位美女身穿红色的比基尼，排成一队，时而走毛步，时而摆出专业姿势。而在1米多宽的栈道以外，就是深达1000米的悬崖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每天除了吃饭、卧床休息之外，透过窗。